大家好，我是陈猫。元旦漫展的另一天，我带了灯，它又大又圆，不是这个，旁边这个。对，大家看我发际线很高，其实是个误会，后面的头发才是多余的。我本以脱俗，剃度出家为僧，平生法号一灯，人称一灯大师。现在还俗没有僧，只剩平。欢迎收看漫展三部曲第二部之如何装叉拍漫展之一灯大师之照亮你的眉。我带着我的灯四处画圆蹭拍，哪里有的拍，我的灯就在那里。新手用灯怎么知道灯的位置合适呢？就是看鼻子的影子，嘴角的影子。所谓立体感就是影子好，大家可以对比这两张图，差别就是影子。立体感就是有光也有影，除了鼻子，还有就是要看眼神光。再简单一点，经过我的测试，最好的灯位就是别人的灯位。这次如何装叉拍漫展，除了灯还要配上一个灯架。最早一次用灯，有人质疑这和机顶灯有毛线区别，我真想一额头锤死这个神经。45度角和直怼脸能一样吗？真想一句脏话甩他脸上，但出家人不说出口，我菠萝你个叉烧包。向下拖着，这个手拖着，这个手是这样拖着呢。啊，对对对，反过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僧多粥少的漫展，带灯架要选好时间。我选漫展最后一天进来，这时候摄影最少 coser 还好，蹭起来特别方便，对方一不留神我们就滑走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留下一张反图。出家太久已经忘了灯怎么用，在现场一顿操作，一顿操作猛如虎，又是没看说明书。我们问问自己的良心，相机说明书都没看过的，请自觉举手，握手握手都是队友。coser 以为我猛如虎，原来是个憨憨，一脸懵逼。没看过说明书，但没关系，懂不懂灯，单不单身，只有自己知道。一定要装作很认真在调整，时不时看看相机，摇摇头，并小声一句，这灯怎么回事，让coser以为你真的猛如虎。做人呢，你可以什么都没，甚至底气不硬，但一定要有自信。我当时主要调整 ISO 闪灯功率还有闪灯距离，偶尔调整光圈试一下，照个亮就好。出家人和工具人一样，我们只是美的传播者。根据二八定理，一张照片的好坏，八成看妹子，两成看自己。就像你追女生成不成功，八成也是看妹子，你能做的只有两成事情，甚至更少。我对小兵说，亲，早点睡哦。有好感他就说，哇，好暖男。没好感他说，滚，死直男。小兵施主，出家人色即是空，四大皆空。小姐姐好看，拿个灯就是照个亮。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小姐姐不看镜头，镜头看和不看差距是非常大。经常围着小姐姐半天不走，就是为了她的回眸，回眸一笑百媚生，无人知是反图来。而在漫展里面， coser 看镜头也是根据食物链的规律，镜头小的被镜头大的吃掉，镜头大的被带灯的吃掉，带灯的又被带灯架的吃掉，带灯架的又被躺地上的吃掉，越大动静越吸引眼球。一个要跳桥，一个要跳绳，作为吃瓜群众，你看哪个？逼格归逼格，和最后成片没有半毛钱关系。逼格再高，动作再好，嘴上功夫再强，
关了灯还是要看硬实力，就是熬夜修图能力。不过提升逼格确实能让小姐姐充实而又心慧，这一定就是摄影大佬吧。这期就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哦，我们下期见，拜拜。没看到哦，找他蹭灯。哦，太帅了，刚好挡着眼睛。就是要挡眼睛，这样。我头再低一点，再来。好。出家人慈悲为怀，看到这里都是真爱。无论是键盘侠还是想学习用灯，没有灯的可以在网上下载 Set Alight 3D 软件，先模拟再去实践，效果更好哦。